之前前两次来台湾的时候很想来看，但是没有机会，然后今天终于有机会来看了。因为这个是全球知名的一个剧团嘛，然后今天是非常的期待。那有没有想说那一次的表演就是可以带给你什么样的启发？因为你在中国好像有这么好的演出。谢谢。因为知道今天的这一场是跟这个音乐有一个结合的一场特技表演，所以非常的期待，就是会有什么样的火花，音乐跟这种特技的结合，很期待。谢谢。谢谢。